出游人潮多，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车况。今天中午在嘉义县中埔乡的阿婆湾附近传出这名重机骑士，他行经台三线351公里处时，居然不慎摔落这个高有5-6公尺深的桥下。消防人员紧急到场救援，重机骑士身上多处擦挫伤，送医急救，实在好险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搜救人员边照顾伤者边往上看，隔空确认要将骑士往上拉。发力了吗？发力了吗？可以 ，OK。桥下桥上，双方人马合力将人吊挂上去。躺在担架是名24岁的男骑士。台三线351K 处有重机车坠桥车祸案件。原来2号中午，骑士独自骑乘黄牌重机，经过台三线阿婆湾附近的民族桥，不慎自撞路边护栏，人和机车一块飞落5-6公尺深的桥下，骑士多处擦伤，一度意识不清。救护人员立即下桥救助，进行包扎止血，并给予氧气治疗。待生命真相稳定，意识恢复后，吊挂至平地。由于嘉义台三线山区弯道多，阿婆湾更是车祸频传的路段。这回重机起飞，骑士摔落桥下，幸好送医急救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详细肇因仍有待厘清。记者张俊荣、许琼文加报道。